拜我们的神，跟着我们一起拍掌来敬拜神。Yeah.
来到呼召我之处来敬拜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主温柔的圣灵们，邀请你来到我当中，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让我们今天能真实的来经历到你，经历到你的同在，经历到你的奇妙。谢谢你，赞美。Thank you.
我，活着时成为我的生命，在每一个高山深谷都靠主刚强得胜，因为主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唯有你能填满我们内心那一个空缺，是世上任何财富、地位、名利所无法取代的。感谢天父上帝才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因着耶稣一次摆上的赎罪祭，永远保险大能遮盖我们，就除去我们的罪，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何等奇妙的恩典临到你我，使原本不配得的我们因着信靠他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在这美好的主日清晨，再次献上感谢，并将这份感动存放在心中，反复思想，使我们看重与主的关系，时时保守紧密的连结，与主同行，在生活中、职场上、服事里，都成为馨香的活祭，成就主美好的旨意。特别为着玉军传道一家的祷告，他们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求主保守带领他们日后的道路，不管在哪一个合场，都可以持续发光发热。求主纪念他们在永福教会所摆上的，也为着教会众多的社区发展工作、宣教事工，来求主慈诚爱所，将我们精神抓牢，持续寻求主的旨意，将我们所有的同工带领走在你正确的意向当中，做你合用的器皿，宣扬主福音。我们也为着凡有劳苦重担、内心忧伤、肉体有病痛软弱的，求主亲自来施行医治的大能，重新恢复你起初造的那美好的样式，将长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主掌权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透过王牧师今天的讲道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还是将感恩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，主导文我们一起念，感谢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四节。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因为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犯了我们的罪，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甚者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的。”以下时间是讲到交给王牧师。王牧师今天所要讲到的题目是：用你一生做主见证。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王牧师。